国道地特色料理，深受消费者喜爱，也邀请大家一同来享用。冬季美食节是那个延续我们夏季美食节 的活动，那希望今天各位媒体先生小姐们能尽量的介绍我们各个伙伴的精致的美食，谢谢各位。车上情况选水，最关键点就在我们今天的南港 B 卤肉猪脚套餐呢，有我们土豆猪脚、卤肉饭、甜品以及配菜。好的，当我数到三二一，我需要现场的救护志工。